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酸甜可口的加强版宫保虾球，没有太多花哨的技巧，只需把虾仁开背，用这些调料给它抓匀腌制一下，再准备一些大葱、蒜头、干辣椒和这些调料就可以了。这道菜的灵魂是酱汁，热锅多倒点油，放入腌制好的虾球，中火煎至两面变色通透后捞出备用。小火煸香花椒，喜欢拌饭的可以捞出花椒粒，倒入葱段和蒜片炒香，再加入干辣椒翻炒约一分钟，倒入调好的酱汁，中火煮至浓稠，加入煎好的虾仁，加入花生米，快速翻炒均匀就可以了。虾球 Q 弹紧实，裹满酱汁后更是无敌下饭，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。